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做导演。阿卡，拜拜，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的尝试。我觉得他们说服我的一点是，他们说。 其实这个故事你写了5年，这些所有人物都在你的脑海里面，他们怎么说话，他们怎么做动作，你比任何人都了解。那如果有一个人对适合来做他的导演，那就是你。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没有底，我很慌。那这个镜头是怎么样？就等一下你会躺在那里，然后你的双手把它脱掉，然后你反过来夹着更自由，不想起床，你还是比较直接的。 我们第一天开机拍的就是我的镜头。我以为一开始大家会磨合一下，而且我想他没当过导演，可能有一些专业上的东西还是需要别人告诉他，但是没有，我第一天就傻眼，我觉得怎么那么专业？开始是跟演员，那你开始看那个他们的脸，嗯，你看到他想。 我很无奈，因为我们知道要上这个，要做这种。因为每天都这样。没有，你刚过完一个暑假，就是你第一天，你可以遇到早期，开学，每天都是玩啊什么的，比较有冲击。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让演员放心的导演。他说第一句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看手机，没有理他，然后点头，顺便意味他是要安慰你。就是你不要让中间那个情绪空拍，一空拍就那个他们就会觉得乱。我跟你讲，观众知道。 所有人知道，只有你们两个以为他们不知道。他非常的聪明，即使我们都知道他是第一次当导演，但他完全不生涩，而且就算在现场的时候，这么多专业的技术人员、摄影师，然后所有的大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并没有被这一切的熟练给镇住。 我的，对，我们是意思是这样子的，对，扣的，对，没有，我们持续动，我们持续动，他等我们，他等我们，对，然后动，然后进度就是有一点起来，这样可不可以？对，我知道，我知道，整个，我知道，好，OK，就每进入新的一行，我都是希望自己用最快最短的时间，去把他这个行业里面的技术，他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去摸索清楚，因为我觉得其实。 其实人和人比拼到最后，这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或者这种专业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学的。他很确信自己所要呈现出来的小时代，当然因为他是原著。OK，来 check it。其实小说家天生就是导演，在这一点上非常非常的跟导演异曲同工，因为他们掌控整个故事，从剧情到那个人物的性格，他该怎么说话，他该怎么走路。说实话，我整部片子只有2句台词。 之前的大概4场戏呢，都是属于走内心戏的，然后他会跟我讲得很清楚哦，你当时什么样的想法，你内心要怎么样，你要表现出来，你要用表情来说话。你的内心应该是有点慌，因为你被人发现了，因为你们两个是地下情，然后他发现了你是有点慌。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是，他很能把他想象的东西跟他看过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让你很清楚的去想象。 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有种觉得特别崇拜他的感觉，因为他非常不一样。他看起来年轻，可是他在做的事情上非常的果断。所以你要做一点情绪，不能是太柔柔的，不能是太要一点。嗯，就是情绪。对。我觉得他是要求非常高，因为他想象到这样的程度，然后他就会希望现场的灯光啊、道具跟什么的东西。 达到那个程度，他是希望能够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的地方都能够做到最最精致和最最完美。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追求每一个细节来说的话，是他生活当中很多小的一些地方都能够看得出来。对，轨道稍微慢一点，好，Randy 那边都 OK 吗？技术都 OK 吗？技术都 OK。来，再接再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如果现场出了什么状况。 他基本上都困难不了他。在过程当中也是看到了这个四爷另外一面啊，能够一个人独挡一面，然后呢在现场啊能够完全掌控全局的感觉。那就这样，你说你们怎么才来？大P嘉宾马上就到，你们赶紧准备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在拍1933，因为那个场地很难借，第一很难借，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戏很复杂，都是大场里面很多，然后很多的。
镜头调度都是很困难的，像他很多的一镜到底的完成其实都是要试很多遍才可以抓到一次。那几天的班表我们几乎都是晚上一两点收工，然后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就开工，那有可能很多时候我收完工我还要去跟我们高层的人去冲接下来的制作的一些会议，所以大概有连着三四天就是几乎没有睡觉的状态，就片场可能换镜位换下一场的时候赶紧抓紧时间睡一下。其实我也很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把我脑海里的那些画面可以传递给观众，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文字毕竟是抽象的，大家看到的不一定是你真正想传达的那个东西，观众会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设想，那如何把观众们的想象去呈现成现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是一个挑战。用自己全部的热情去完成的一个作品，能够配得起郭导这两个字。一二三，杀青，谢谢大家。辛苦，然后谢谢大家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可以把这两部电影拍完，谢谢。